小朋友，早上好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幼儿汉语第四册。我们学习第三课，第三课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说一说，说一说，那每一个小朋友要跟着老师一起说。现在几点？现在8点。我们看这里面有4个图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现在有4个图片，你看每个图片里面都有一个人戴手表。这是手表，手表，手表，手表。那这个人他没有手表，所以他不知道几点了。所以这个女孩问这个女孩，她说：“现在几点？”然后这个女孩回答她：“现在。”7:40，7:40。这个男孩没有戴手表，所以他不知道几点。他问他现在几点，然后他回答说现在5:30。这个5:30有三种说法，你可以说。5:30，5:30，5:20都可以。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图片，这个女孩没有戴手表，她不知道几点了，所以她问现在几点？然后她回答说现在13:05，13:05。好，现在呢，看这个图片，这个小男孩他没有手表，所以他不知道几点。他问这个小朋友：“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”他回答说：“现在18:55，18:55。”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画一画。今天小朋友要做画一画，做这个作业。第三课，现在几点？8点怎么画？4:10怎么画？小朋友等一下要把时针和分针画在钟里面，要画时针和分针。这个是9:40。那时钟在九，分针在时针在九，分针在40，这个时针在6，分针在30，这个时针在1，分针在15，这个时针在5，分针在45。然后接下来这里面写一写，写一写，第三课现在几点？今天要写的是春节，春节，春节，春节怎么写？春，横横横，竖撇，撇捺，然后呢？竖横折，横横，节怎么写？横竖竖，横折钩，竖。小朋友今天的作业就是写春节，春节，谢谢小朋友。